让开！你聋了啊？不是让你让开吗？算了，小姑娘，走路小心一些。走，让一让！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 拿着，哎，拿着呀，拿着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为什么不要啊？别人给的你就拿着，这人多杂乱的，小心走路，啊？谢谢。不用谢。谢谢。 你是那个算命？请问，你知道这附近可有歇脚的地方？有啊，在哪？ 随处都可以歇脚啊，说笑的。前方有一处老屋，不过已经荒废多年了，不挡风不遮雨的。最近几年几场大雨下下来，破败的不像样子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还说歇脚呢。不过你要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看看。在哪里？就在前面，不到一里的路，院中有棵桃树，很好认的。桃树。 桃树，谢谢。嗯，你
し。西北方有花有树，最好是桃树。于是我心无杂念，举酒天上揽月，入红尘谈笑过夜，只为了心中的甜，将无热的手揣入。大夫，请。哦。脉象还算平和，只是稍显虚弱。这个眼睛是怎么伤的呀？他是你的亲人吗？林姑娘，你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呀？你要是碰到歹人呢？我觉得
他不坏。哎呀，你个姑娘家家的，都得提防着点儿。行了，行了。啊，好吧，让老夫看看。什么人？大夫！等，快撒手！哎呦，好大的力气呀！哎呀，是吗？我看他恢复的不错，药也不用吃了。真的，老夫告辞了。真是抱歉。哎呀，非亲非故，你抱什么歉呢？老夫劝你一句，林姑娘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救了他的命，还花钱替他请了大夫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既然他醒了，就让他赶快走吧。嗯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是你。你记得我？这是在哪儿？算是我家吧。公子，你是不是遇到坏人了？你的眼睛是怎么伤的？大夫说，知道怎么伤，好治。别碰我！不用你管。有台阶，我扶你。谢谢。别跟着我。真是，慢点啊！何处啊？我送你一程吧。啊，公子，或者你告诉我你要去何处啊？走。走，下雨了。不管你要去哪儿，等雨停了再走吧。
要不先跟我回去吧。好些吗？身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只是他这个眼伤，老夫实在无能为力啊。以后也治不好。老夫也说不清楚，事到如今也不必急于一时。多给他吃一点鱼虾海带之类的，弄不好哪天他就好了。老夫告辞了。听那位大夫叫你阿莫姑娘，你叫阿莫对吗？嗯，我姓林，叫林莫。林姑娘，这些日子有劳了，我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还有事吗？你叫什么？我姓修。修公子。哼，算不上什么公子。修大哥。小白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在吗？修大哥，我进来了。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修大哥，
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修大哥，醒了，你别乱动。修大哥，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啊？我睡了多久？四天了。喝水吗？我去拿。修大哥，喝水。谢谢。修大哥，你身体里为何会有这个？到底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是你拔出来的。嗯，是不是遇到山匪或者仇家，手段如此狠毒，得报官啊？我的事官府管不了。可。修大哥，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有粥吃点吧。谢谢你。这七根白骨钉已经封了你的气海，毁了你的仙法，当今世上只有凤凰族的人可以拔出，你就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死吧。修大哥，桃子酒尝尝。你不喝吗？我喝不了，一滴就醉了。嗯，我闻闻味道就好。好香啊。阿嬷，我有许多事情都没告诉过你。今天心情不错，还有酒有菜，你想不想听听？好啊。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的家乡在很遥远的地方，我是山灵族人。阿嬷，我的家乡很美，有四季不败的花，有清澈见底的湖，那里的树高耸入云，鸟雀无数。清早起来，推开窗子，到处都是袅袅升起的青烟薄雾。那里的人生活很安逸，虽与外界不通，倒也自得其乐。真的，好美啊！
那，修大哥，你在家乡是做什么的？因为你看着还挺有学问的。学问不敢，我是做官的。你年纪轻轻这么厉害，那你们山灵族风土人情是怎样的？有没有有趣的？有啊，我们那里每年二月的第七天是男子向女子表白求亲的日子，每年七月的第二天是女子向男子表白求亲的日子。这么大胆？在我的家乡，男人和女人都有追逐爱情的权利。怎么追逐啊？二月七，若有男子恋慕上女子，便会赠上一片竹叶。七月二，若有女子恋慕上男子，便会赠一片桑叶，以此寄情。这样啊，阿莫，我住的地方便有一片竹林。来年二月，你愿意随我去看看吗？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修大哥，没事。眼睛疼吗？眼睛。啊，修大哥。大哥，是他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在紫云台上被战神亲手杀了？他没有法力，只是一个凡人，或许只是长得相像的。不对，他能拔出我体内的白骨钉，是凤凰一族的血脉无疑，就是他，没有错。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以前的事，他似乎都不记得了。小白，你不吃，也别糟蹋了。你去那边玩吧。
我怎么？三杯两盏，树叶映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喉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宋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阿木，你再叫我一声。大哥，我能听见了。大夫说，我这是天生的，治不好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就听见了。太好了，那是因为你善良，老天爷疼你，真替你开心。我也替你感到特别开心。你们饿不饿？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一起吃吧，天色不早了，吃完了好送这位公子赶路。我不赶路。阿木，你没有跟他介绍一下我吗？修大哥，这位是我爹爹朋友的儿子宋公子，他书念得很好，武艺也很好。是吗？嗯，那真是了不起啊。没了。我们以前认识的。以前？还订过亲。啊。还未请教，你是？在下姓修，不如宋公子来的好福气。我和阿莫认识的晚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相互扶持着，在一起过日子而已。我饿，我去端饭菜。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就好。宋公子，别拘谨。你在人家家倒随意得很呢。是吗？可是阿莫喜欢这样，自然随意点，两个人相处也轻松些。你们多吃点，今天的排骨我觉得做的还不错，尝一尝。小白，吃，很香的。小白还真有意思啊，你来这许久都跟你不亲热，这宋公子一来他就盯着错不开眼了。
或许小白更聪慧，能辨善恶忠奸吧。不好说，也许是臭味相投呢。你们还真风趣。修公子是做什么的？商人。商人？看起来不像。宋公子的言谈举止也不像是个读书人。那你觉得我像是做什么的？宋公子步伐稳健，身材强壮，体魄不凡，声如洪钟，双目有神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人，倒像是和我们镇上那个孔武有力的屠夫杀猪他们有些神似。修公子身上也没有一般商人的市侩之气，你相貌堂堂，口齿伶俐，气质飘逸，不落凡俗，怎么看都有几分坑蒙拐骗、江湖骗子的神韵呢。宋公子的口才真好，不愧是名门出身，既然考取了功名，何不更进一步，何必千里迢迢来此蹉跎时光。天道往复，世事无常，为人一世当珍惜命数，你大好年纪，应有更光明的前程，此时此地与你不合，你这个不合时宜的人，不是该早早退避吗？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我想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何人，居然敢如此狂妄。你又知道你面对的是何人吗？会知道的，慢用。这两天天凉，盖厚被子吧。枕头我也晒过了，蓬松软和。你要是还缺什么，就告诉我。怎么了，宋公子？什么都不缺。我只是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住在对面那个男人是什么人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会和你住在一起？你不记得我们是定过亲的吗？我已经离开家了，我们的婚约不算数了。你跟娘家如何？跟我们的婚约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可是，我这次是为你而来。宋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来做什么？夜深了，给你送只烛台。阿莫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。好。阿莫。好好歇息。阿莫，你怕宋公子吗？我知道他以前是你的未婚夫婿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不愿意，
没有人可以带你走。宋公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今天没有心情陪你玩。也没有心情陪你睡觉。你自己出去睡好不好？嗯，乖。走，我去淘米煮粥。我来帮你。给我，阿木，我来吧。对不起。要不你去换件衣裳吧，别染风寒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换件衣裳。小伎俩，我来帮你吧。看到我很惊讶，我只是觉得宋公子跟之前
不一样了。是吗？我也觉得你跟从前也不大一样了。从前，你这刀不快了，这样一点点来，自然为难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刀若不快，就用力一点。葱和葱应该放在一起，青椒和青椒应该放在一块儿。做人做事都应当这样，泾渭分明。秀大哥，只是我的朋友。宋公子才华出众，家世显赫，又有功名在身，而我并非林家亲生女儿，只是一个养女，以前还是聋哑之人。我实在不知宋公子千里迢迢来到此处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不是跟你说过我是为你而来吗？当初我为何离家，想必事后你都清楚了。因我之故还险些害得家人受难，如今我来到这里，只是想过清静的日子。我的用心终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周管了，我去成州。你是何人？你又是何人？我是林默的未婚夫婿。我是林默的有缘人。小小麻雀精也敢在这撒野？你是哪里来的山精野怪，也敢在本座面前逞凶？菜来了，菜来了。啊，还有馒头，我去拿。你走吧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还是你走，修行不易，我不会与你为难。我修习几万年，从没见过像你这般胆大包天之辈。比年纪大吗？哼，你赢了。你是想激怒我？我没找你麻烦已然是很客气了。吃饭了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聊你做的菜，好香啊。嗯，嗯，那吃饭吧，吃饭。请，请，请。Thank you.
莫，我送你去上宫。不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也好，我留在家里和宋公子亲近亲近。哎，还是你送我去吧。那咱们走。嗯。阿莫，那位宋公子之前真的和你有过婚约吗？嗯。那我在这儿，他一定非常不高兴。过些日子我搬走吧。可是你的眼疾还没好，孙大夫对我说你还得继续吃药。我爱他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么多年多少事都过来了，如果将来时运不济，眼睛又看不到的话，到那会儿再说吧。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还是别急着搬吧。你有亲人可以投奔吗？阿莫。房子怎么了？也许是年久失修吧，没关系，明天我把它修好。怎么会年久失修呢？这房子明明看起来很结实的呀。我也会修。我说我也会修。那就辛苦你们了。小白，你饿不饿呀？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开门见山吧。开门见山不是应该自报家门的吗？你是天族人。你是山林族人。阿莫的身份你知道吗？雀鸟休息不易，能有这般造化，想必你出身不凡。我和阿莫相识实属偶然，你却不同，你的出现一定有缘由。你是山林族人，山林族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你却有闲情逸致在这谈情说爱，莫非是孤家寡人没有族人？你和阿莫早就相识，不是桃林中人便是天宫中人。你藤蔓法术不错，看似眼熟。桃林中和他相关的男子无非就那几个，没人有你这么强的法力。能与我过手已然是半步上神，山林族中能有这身手的没几个。能在那种情况下保住他的也不会有第二人选了。
锦绣果实，九成战神。 宋公子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哦，是什么意思？不回去就不回去吧。真的，你不会为难我？我为何要为难你？那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宋公子是名士里的人，你出身好，有功名在身。 学识渊博，前途远大，是有大造化的人，定不会与我在这里蹉跎时光。那宋公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吗？谁跟你说我要走的？你不走？既然你不愿意回去，我就留在这陪你。陪我？为什么要陪我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只要有人用心，循着蛛丝马迹就能找到你的下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不是安全的了，所以我要留在这边保护你。保护我？谁会害我？这个你不用知道，我有我的原因。以后你就会明白，世道险恶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此。可是我不是一个人。 那我更不放心。宋公子，你别误会，修大哥他……他是修大哥，我只是宋公子。我在问你话呢。打雷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修大哥，下雨了，你站这儿做什么？下雨了吗？你瞧，一道美丽的彩虹。哼，怎么突然晴了？宋公子，海景如何？不错，夕阳无限好。 阿莫，你衣服湿了，去换一下吧。小白，我们去煮茶。法力不弱，这么快就破了本尊的禁制。战神的腿脚也挺利索，赶在下大雨之前就回来了。阿莫在这里。 天族众人知道吗？还是救下他，只是你一人所为。你想如何？我不想如何。无论怎样，阿莫能有今天，都要感谢你。以前的事情我不管，以后的事情，我自有担待。你担待？我担待。 你确定要与本尊相争吗？我忘了，你是司战之神，最喜争斗。那就各凭本事吧。一言为定。不是说要修屋顶吗？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们谁先上去？ 宋公子，我这大病初愈，这个事情还得你来。你真的会吗？辛苦，先帮我拿着。小心。
宋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慢点，慢点。疼疼疼！你怎么下来了？啊！我笨手笨脚，宋公子，还是你来吧。我来啊！哎，我不行，我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。我要是上去了，估计摔得比你还惨，还得你来。我觉得你眼睛挺好的，看彩虹都看得挺清楚。哎呀，我这个眼睛的情况我自己最知道，它时好时坏。阿莫，阿莫，你小心点。你们身娇肉贵的，还是我来吧。你眼睛不好，还是我来吧。为了阿莫的安全，还得我来。阿莫，阿莫，关大娘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阿莫呢？他在哪儿啊？大娘，我在这儿呢。呀，乞丐，你怎么能上房顶呢？是他们俩让你上去的。我在修屋顶呢。阿莫，小心啊！这么危险的事，应该让他俩上去干。没事，是我自己要做的。哎呦，我真是见识了啊！俩大男人在这站着，他是脚不行还是手不行啊？气死我了！你们赶紧上去扶他。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愣着干嘛？上去扶他呀！我来，小心阿木。慢点，慢点。来来，过来，去去去去。大娘，哎，你们俩上那边待着去。来，大娘，怎么了？坐坐坐，慢点。哎呀，去去去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这姓修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哎呀。他从哪儿来？有无婚配？有无田产呢？这铺子、田产都很重要。你要你小声一点。哎呀，我问人家这些做什么呀？你看你傻吧？你就是个大傻妞，你吃喝住行都得用银子。哦，你不问，那以后你下半辈子怎么过呀？可是我真不知道啊。那位修大哥，我之前又不认识他，我是见他眼睛瞎了，便收留了他，彼此互相有个照应。那后来呢？大娘，你就别问我这些了，好不好？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哎呀，我不渴，我不喝水。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，我不问那个姓修的了。那个新冒出来的宋公子又是什么人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他是我爹爹朋友的儿子，我们有过婚约的。有什么？大娘，我去给你洗个果子啊。哎呀，我不吃果子，你想愁死我呀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大娘，我自己有一双手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什么？你要一个人？你真是气死我！你怎么能一个人呢？哎呀，我改天再跟你说啊。哎呦，你瞪着我干什么呀？净养些没用的东西。你们俩就别杵着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俩就是一摆设。今日，阿莫领了工钱，特意买了酒肉，就当为二位。践行了。阿莫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二位公子在这里也住了一段时日了。宋公子，你是一个有功名在身的人，家人都对你寄望颇高，早年便送你去了京城，希望能得个一官半职，继承家业，光宗耀祖。如今眼看科举
也越来越近了。镇上的许多举子们都已经进了京，你却还在此处逗留。宋伯伯、宋伯母若知晓，定会伤心的。修大哥，你当初是受了伤才到了这里，如今伤势大好，眼睛也好了。你当初说过，只是暂住，不是久留。你在家中有田有产，又是官身，就算没有家人担忧，离开这么久也是不妥的。阿莫，二位公子，阿莫蒲柳之姿，无才无德，实在担不起二位的后代。这几日的照顾多谢了，阿莫以茶代酒，祝愿你们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咱们两个就这样被打发了？是你被打发了，还装？